蜈蚣，俗称白足，属节足动物多足类，体长略扁，躯干由腋二环节组成，每节有步脚一对，头部有单眼数个，足角一对，头部第一对步脚变为腮脚，状如钩，钩端有小孔，内通毒腺，傲人时立注毒液于人体，不及时医治，迅速死亡，常栖于阴湿之地，朽木石隙之间，捕食虫类。哥啊，咁夜仲做嘢啊？嗯，饮杯咖啡先啦。摆低啊。哥啊。咩啊？我有啲嘢同你讲啊。有咩留翻听日先至讲啦。哥，我有啲嘢想求你啊。求我？唔系你都会嚟求我咩？讲啊。哥啊。嗯。我哋班同学想请假期去南洋旅行啊。去南洋？唔得。嗯，点解啫？你唔系唔知道，妈咪话阿爷吩咐落我哋唔准去南洋啊嘛。你唔出声咪冇人知咯。咁点瞒住妈咪？你话我 A 唔好结住嘅，咁咪得咯。唔得。嗯，又要人见识多啲，又唔俾人去，见鬼见马咩？嗯。啊，俾我去咯，吓。咁去几耐啊？七日。好，帮你瞒住妈咪七日啦。多谢阿哥。嗯。哎，OK。有咩事啊？俾你去都得。不过有个条件噶噃，咩条件啊？妈咪话咧，呢条链可以攞嚟辟邪嘅，我要你带住佢。嗯，咁老土。咁你带唔带啊？带。凉粉嚟，试唔试啊？好啊，阿爸，两碗。好啊。嗯，好似好好味咁啊。系啊。唔该。喂，快啲啦！啲人等紧我哋噶。喂，我着边件衫好啊？放手啲啦，唔好以人等你先得噶。阿琪啊，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好耐噶啦。咩啊？你嗰条链？我知啊，好老土嘛。我全靠佢先可以嚟南洋噶咋？点解啊？阿哥要我带住佢先俾我嚟呢度玩嘅。我话你都傻噶，你而家响呢度啊，带唔带伟哥都唔知啦。你睇又老土又大嚿，带住佢啊，成担咁重，仲要周围咁去，辛唔辛苦啲啊？咁嗱，听我话唔好带啦。
喂，你喝了很多了，斬了人手臂了。咁你爷青唔饮都对唔住自己啦。你饮完咧，又饮你啦。哎，各位自由，来，好唔好饮啊？吓，好爷青好饮啊啦，吓。嗱，一阵间咧，我要带你去住家园参观，吓，有饮啊，快啲饮啦，吓。十五分钟之后起程。有冇搞错啊？咁急嘅，赶鸭仔咩？我而家就赶鸭仔。Annie 啊，咩事啊？我要唱歌啊！哎呀，又虚啊！叫咗你唔好饮咁多噶啦。喂，因住饮下先啦。香港屠夫啊！同我去啦。我怕咗你啦，真系啊！快啲啦，好急啊！得啦。喂，咩事啊？我陪你去啦，你自己搞掂啊。得啦。至于扩大生产啊，应该冇问题嘅。好啊，咁我哋着手去搞啦。陈经理，宣传方面你估需要几多咧？我睇起码要200万啦。咁我哋要着手去搞噶啦噃。系啊，如果唔系就会迟噶啦。好，你听日俾份详细计划我。好啊，入嚟。对唔住啊，各位，白生啊，董事长嘅电话嚟，叫你即刻翻去啊。妈咪揾我有咩事啊？佢话有紧要事。唔该。唔使。大嫂呢个时候揾你翻去，梗系有事嘅。你先走先啦。咁我先走先啦，二叔。好啊，你继续开会。少爷。嗯。哎呀，你而家先翻嚟噶？太太邓总等得好心急啊。妈咪呢？喺嗰边咯。你讲说话要小心啲啊。嗯。妈咪，咩事啊？阿琪到底去咗边啊？我咪同你讲过咯，佢去咗 Amy 爹哋间别墅度玩几日啊嘛。你仲呃我？啊、你哋两个真系大胆啊！去南洋咁大件事都唔同我讲。啊、快啲话俾我知。阿琪为咩事去南洋？妈咪，到底发生咗咩事啫？你咁紧张嘅？你唔好问住，答咗我先。系咁嘅，佢啊嗰日晚咁喺度呓我，我叫佢同你讲噶啦。不过佢话如果同你讲咧，你就会话阿爷话落唔俾我哋去南洋。你知咪好啦。而且我又见佢唔系去好多日，所以咪瞒住你俾佢去咯。妈咪，唔系阿琪发生咗咩事嘛？旅行社头先打电话嚟，话阿琪喺嗰边无端端有病入咗医院，仲要家人即刻过去同佢办手续噶。吓，妈咪，咁点算啊？我而家即刻过去南洋嗰边。你去唔得噶？唔通你去咩？听医生讲，你妹个病都几严重嘅。当时佢两个无端端离开大队，话去揾厕所，但后来点解会咁样嘅就冇人知啦。而且佢嘅朋友仲吓到心脏病发死咗添。琪，阿琪，唔好行咁埋啊！点解会伤成咁嘅？佢一送到嚟医院就全身都系伤口，不过冇而家伤得咁紧要。琪，琪，阿琪。
令妹入院嗰阵已经失去咗讲话嘅能力，我哋冇办法喺病人口中了解佢系点样出事。点解佢伤口烂得咁快嘅？究竟系咩病嚟？喺原子弹炸港岛嘅时候都有过呢种病例嘅。起初我哋仲以为系沾染咗辐射尘，但系检验结果又冇。我哋曾经开过几次会研究过噶啦，但系都断唔到系咩症。我想带佢翻香港医好唔好咧？都系唔好啦。我认为佢而家系唔适宜移动嘅，我哋会想办法医佢噶啦。你都系翻去先啦，有事我会通知你嘅。好，再见。再见啦，医生。Hello, Valen。唉 ，Margaret， 我等咗你好耐嘅啦。我接完你电话，连饭都唔食就赶嚟啦。哎，你个妹而家点啊？佢而家全身都烂晒，医生都睇唔出佢系咩病。我都唔知点算。你烦都冇用噶，等检验咗之后睇下点至算啦。记得在 Canada 读书嗰阵，你咪时时都教我凡事都要睇开啲嘅。点解你而家又唔识得劝下自己啊 ？Valen， 事情已经发生咗啦，就算你成晚坐喺度都改变唔到事实噶。嗱，我估你肚饿噶啦，不如我哋一起去食饭，然后咧去行夜市散心，好唔好？好。好大个榴莲，你食唔食啊？我闻唔惯呢阵。踢石金党，喂唔公我，喂唔公油，最紧要认住呢个招牌，诛仙百毒，万事万灵。我系山虾教毒啦啩？有位朋友问我乜嘢叫做山虾？山虾即系蝎子，蝎系蛇蝎美人嘅蝎，哈！你话唔小心俾佢毒亲啊？你就真系唔死都一身神啦！不过大家唔使怕，有我吴公王嘅吴公游在手，我担保你哋冇事，能医百毒，万事万灵。白竹咬亲吴公屎，吴公咬亲就冇药医。究竟系咪真系？不如我哋去问下个吴公王。呢啲江湖上上講，橫掂醫生都對唔到係咩症，或者佢有辦法咧，你喺度等我一陣啦。吳公王，阻你一陣，我想請你去醫院睇個無名腫毒嘅病人啊。冇相干，咁你聽日帶我睇下佢啦。我妹到底是什么病？好难讲。陈生，陈生，总之我医不到你的妹了。点解啊？点解啊？不过我可以帮你找我师傅，他会有办法。咁快啲帮我找你师傅嚟。嚟唔切噶啦，佢住得好远。唔紧要，无论点我都要知道我妹到底是什么病。等我找到我师傅，然后再通知你。是这样的，唔该。801唔该。好啊，得，唔该。白生，有 message 俾你啊。唔该。冤枉我。K， 你点啊？K， 你有咩想同我讲啊？你冷静啲啊！阿 K，
生，发生咁嘅事我都好难过。嗱，而家一切嘅手续办妥，呢啲系你个母嘅遗物，你过过目。三月九日出生，查因果，白黑白个白，白云苍狗变无常，祸生爪翼起烧墙。白云先师话你生成公子命，衣禄充足有早有，可惜你上两代做过一件阴质事，报应喺你呢代身上。你今年有大灾劫，大限难逃，凡事小心，多行善事。生成公子命，衣禄充足又早任，哼！唉，猫鬼，你信唔信呢啲咁嘅嘢嘅？信啊！喺南洋我哋好信呢啲嘢噶。其实做人真系好怪，我以前唔信命运，又唔信撞邪嘅。唉，而家照咁讲，你真系相信有大灾劫啊？如果系有嘅，希望可以大步揽过啊！好易啫，做多啲善事咪得咯。你做咩？我好似见到啲嘢咁。冇嘢啊，行吧啦。嗯。师傅啊，正望喺济德国见到个后生仔，佢好似同白家有关系嘅。呢张系佢嘅时辰八字。我都不知道怎么多谢你。傻啦，大家老同学嘛。阿伟，不要想那么多东西，有什么事电话联络啊。嗯，好啊，这里不怕车，你不用送。拜拜。拜拜。哦，小爷，你回来了，电视办妥没啊？妈咪呢？小姐房里边，妈咪，你翻嚟啦！我已经照你吩咐办妥晒。Mm-hmm.
前世都不知道做了什么事。阿琪出世没多久，你爹地他就过了身，将全盘生意交了给你二叔打理。现在我连个女都唔通呢啲就系报应？咩报应？因为你爹哋生前曾经提过一件事。咩事，妈咪？佢话你阿爷后生嗰阵喺南洋嗰边曾经做过一啲。做过一啲好唔见得光嘅事。咩唔见得光嘅事啊？咩事佢就点都唔肯讲。但系有一点我唔明白嘅，就系呢一夜，佢从来都冇提过喺南洋嗰边嘅嘢。但系你爹哋又会知道嘅。你点啊？冇咩事啊嘛？冇。你系咪唔舒服啊？冇事嘅，有少少头痛啫嘛，冇事嘅。或者呢几日喺南洋太辛苦啦，早啲休息啦。系啦，妈咪，究竟有冇人知道阿爷喺南洋嗰边事？你表叔公或者会知道嘅，因为佢后生嗰阵同埋你阿爷卖猪仔过南洋嗰边嘅。你阿爷后生嗰阵死党嚟噶，嗱，我哋当年一齐卖猪仔过南洋度做矿工，收尾咧又改行过树茸，啊，嗰段日子啊真系挨到金睛火眼噶。后来咧佢啊识到个土女，仲结埋婚，系招郎入社嘅，呢，咁佢就唔使挨穷啦。不过啊，过咗一年咧，佢条村就突然间火烛冚唪唥烧晒，我以为佢死咗添啦，点知翻到嚟香港又见翻佢，咁至知佢未死，后来仲做埋慈善家。咁我阿爷点走得咧？你知唔知啊？哦，咁我又唔知啊。爷爷啊，我要落你啊！好好，啊落嚟。大表哥，你抱我落地咯。嚟啊，你唔使惊啊，嗱。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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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有位大佬做咩？阿奇已经死咗。阿奇死咗？系几时嘅事啊？嗰几星期前，喺南洋嗰边，佢死嗰阵，伤口仲有好多虫爬出嚟。会唔会俾人落咗降头啊？抑或撞邪啊？咩事啊？
对不住。文不识，张生，麻烦你同我重新整过佢。得，我哋识做噶啦。请你尽快啊，佢要带翻香港噶。最快都要十日八日噶，因为烧嗰幅慈相，做堂法事唔急得噶。嗯，咁拜托晒你啊，张生。唔使客气，唔该晒。好，再见。丙球，翻嚟啊！系啊，酒店话你未翻，我等咗你好耐噶啦，嚟入嚟倾下。好。坐啊。嗯。揾啲咩饮啊？咖啡啊。个 B。啊，好啊。伟伦啊，你喺酒店住唔系好方便嘅啫噃，不如搬嚟我度住啦。唔好意思嘅。有乜所谓？横掂丢空啫嘛。咁我唔系咯噃。系啊，上次我打个电话俾你，话你去咗旅行未翻。哦，是啊，有些紧要事去了欧洲的嘛。阿芝讲晒啲嘢俾我知噶啦，不过我帮你唔到，真系唔好意思。讲啲咁嘅嘢做咩啊？大家都咁老友啦。不过讲起上嚟有啲奇怪噃，阿奇到临死嗰日，医生都断唔到系咩病。你睇法点啊？
照医生的分析是没有错的，皮肤急速腐烂是染有辐射尘就会这样的。就算被毒蛇、蜈蚣、或者蝙蝠这样咬到，最多即刻死而已，不会烂的。照我看法怎么可能会是些神怪东西都不定吧。神怪嘢，唔出奇噶，可能系降头。呢啲嘢医生唔会讲噶，不过我认为有咁嘅可能。而家有好多嘢科学都冇办法解释噶，唔好谂咁多啦。听日约埋阿芝去睇下我间屋先啦。这边呢？伟伦啊，呢个地方点啊？几好啊，够大。嗱，呢度咧就系厅，嗰度系厨房，睡房喺楼上。我同你哋上去睇下。好啊。伟伦啊，呢度有几间房噶，睇下你中意边间啦。就呢间啦。好啊。你喺度谂咩啫？游游下水，成个人冇晒心机，要翻上岸。乜鬼？你有冇听过呢度几十年前有条村烧咗嘅事？烧村？你点解无端端会谂起呢样嘢嘅？顺便问一下啫，你知唔知？知，我阿爸以前都有讲过啦，仲话死好多人添噃。咁你知唔知嗰笪地方喺边度？咁就唔知啦，不过或者阿爸会知嘅，不如一阵间翻去问下佢啦，好唔好？嘿，阿旺，乖下。啊，阿芝啊，唔系咁得闲翻嚟行下。系啊，我朋友有啲事想问一下阿爸喎。系啦，同你哋介绍啊，呢位系白伟伦先生，系我加拿大读书嗰阵嘅同学嚟嘅。呢位系法力好高嘅道长嚟嘅。哦，道长，阿白生，你有事我唔阻你哋啊。好啊，一阵先同你倾啊。你仲企喺度做咩啊？乜你同呢度咁熟嘅？梗系啦，我阿爸喺呢度做庙祝嘅，行啦。真系跳啊，命苦啦！喂喂喂，唔好拉啦，大声嘈啊！哎呀，老阿黑毛啊！阿爸，哎呀，知咪你翻嚟都唔话声俾我听啫，等我煲定汤俾你饮啊嘛！阿妈，阿爸，阿芝，同你哋介绍啊，我喺加拿大读书嘅同学白伟伦啊，白生啊，白生，你好你好，个女都错，错错错，好啊。白生啊，喺加拿大翻嚟啊！我毕咗业好耐噶啦，而家喺香港做嘢。哦，系咪嚟旅行啊？唔系，佢呢次过嚟有啲私事要办嘅。哦，系啊，伯母，啊，细伯，有件事想问下你。听讲五十几年前呢度有条村被火一夜之间烧晒，你知唔知呢件事？知，当时系一件大事嚟啊嘛。听讲啊，话烧死好多人。咁嗰晚有冇人走甩？咁呢层就唔知啦。而家仲可唔可以揾到嗰条村啊？哦，就喺嚟呢度廿八支碑附近啫嘛。吓，相信你哋去到嗰度啊，都唔知道嗰度咧就系当年烧村嘅地方嚟噶。好像就在这里附近了。那边是阿琪出事的地方。你怎么知道？上次个导游带我来看过，去看看。
知知你哋揾边个？我哋嚟到睇嘢。随便睇，随便睇。啊，系啦，老伯，老伯，啊，你知唔知先排呢度有两个女仔喺附近出事啊？咁大件事，黑人都知道啦。佢哋因咩事会咁嘅咧？我系俾虫咬啊！山野地方啊，咩毒虫都有噶啦。佢哋时运低，咪撞到正咯。哎，老伯，啊，听讲几十年前呢度附近有条村俾火一夜之间烧晒，点解会咁啊？你知唔知道？我唔知。听讲话条村系俾火烧嘅，咁岂不是呢条村时运咪好低？系有人放火嘅，佢哋个个死得好惨，呢个人狼心狗肺，禽兽不如，你睇住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还不报，时辰未到，佢哋走唔甩噶。老伯，啊咁多晚，老伯，走啦。老伯，老伯，走啊。哎。正话嗰个人好恐怖啊！冇事嘅，可能因为睇超村嘅事令到佢唔开心。啊，炳强嚟咗啊！炳强，嚟咗好耐，冇几耐啫。点啊？住得舒唔舒服啊？你间屋咁大，梗系舒服啦。唉，冇咩唔妥啊，伟伦。冇，少少头痛啫。呢轮都系咁噶啦。可能因为太攰。是啦，黄炳强啊，昨晚同你通电话，你咪话余阿琪嘅死有啲神怪嘅。是啊，我呢次嚟就系想同伟伦讲，我识得个巫师，佢专养鬼。养鬼？嗯，佢专偷啲细路尸翻嚟，用火弹佢个下巴，等啲尸油流出嚟，然后用兜截住啲尸油，挤埋个神坛度，就将一红一黑嘅鬼仔像浸落去，浸完之后咧，再将两只鬼仔放喺个棺材仔度。咁巫师咧就早五晚三次帮佢念咒语，经过七七四十九日之后，再用大法咒同鬼仔开光点睛，咁呢两只鬼仔就会推开个棺材盖，但慢慢慢咁趌起身噶啦。以后啊，呢两只鬼仔就系佢嘅养鬼嚟啦，佢就会听晒佢嘅说话，叫佢哋做乜都得噶。
就算连食饭啊，都要同巫师一齐食噶。你两个食饱未啊？饱啦。你睇下你嘥晒啲饭，快啲食埋佢。系咯，咁至乖啊嘛。嗱，你哋入去同我摆好个坛。啊。你个女几时起病噶？喺旧年7月14日嗰晚，佢仲好地地嘅，点知第二朝佢个肚变绿色，成条腰啊梗晒，仲猛攻嗌痛添噃。佢医咗成年都医唔好啊！你点都要救下佢啦，法师。等我同佢解降啦。斗记，你两个得未啊？得啦。得就出嚟扶佢入去啦。哦，我知啦。
走而走，速速归位，文回更新。啊！Pakai tulang, pakai tulang, buang sakit, buang sakit, buang sakit dah. Pakai tulang, pakai tulang, buang sakit, buang sakit. Ke tulang, pakai tulang, buang sakit dah. Buang masuk untuk buang makan, buang makan semua, buang masuk. Buang masuk untuk buang masuk, buang sakit, buang sakit. Kalau batu masuk, bu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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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uk. Pakai tulang, pakai tulang. Kacau pula pakai tulang, masuk. Semua pakai tulang, pakai tulang. masuk, 是的，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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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白
大豆、二豆，佢就快呕噶啦，你哋快啲出嚟扶佢。你个妹系中咗南洋一带最毒嘅蜈蚣国，系啦。你妹喺南洋有冇仇家？冇啊。诶，你咪话你屋企唔俾你嚟南洋嘅？白生，想唔想知系边个落降？有咩办法啊？搵拉王法师。他应该知当年的事的。白生，当年火烧的时候，我只是知道走甩了一个人，原来你阿爷都走甩埋。照你头先所讲，你阿爷做过啲唔见得光的事，咁当年的传说应该是真的啦。那是啲可能呀啲。拉王，将条链同新郎戴起佢。恭喜你！呢条链系我用眼镜蛇嘅毒液制炼而成嘅，越精越精，越邪越邪，佢会保佑你白头到老，百子千孙，开枝散叶。多谢大法师。阿爷婆，我哋安乐神。系啊，系咪俾我真系好戆死你我添？你知啦，啲嘢唔同得人讲噶啦。唔制啊，你以前都唔系咁。就系咁噶啦。
嫂，真系冇嘢噶。仲话冇嘢？以前人哋话你同大嫂有嘢，我都唔信噶。而家我都同你有咗啦，你仲好？我话俾你知，放开我！你尽我嚟噶，你唔好话俾我听啊！行开啦！阿姨你做咩嘢啊？冇嘢，冇嘢你做咩咁惊啊？冇啊！啊！你的死都算得是冤孽。白生，不要说我不告诉你，当年走甩的那个人现在是最出名的降头师。他最厉害的就是吴公咒。你个妹死的阵时有很多毒虫在他身上。这样有好多人相信报应，但是你阿爷已经死了这么多年，是绝对不应该报应在你们的身上。我会跟你想下办法。多谢大师。不过你最紧要记住一件事，你现在身上所带的这条链是我师父在你阿爷结婚那阵时送给他旁身。我师父是用最毒的毒蛇液落就在这条链上，他还说带这条链的人愈正愈正，愈邪愈邪的。白先生，只要你不是心术不正。大师，我明白。
喂。喂。你点啊？你见边度唔舒服啊？我头好痛，好似好多嘢吉我咁。我攞咗啲药嚟啊，等我斟杯水俾你。唔使，我冇事啊。不过从来未试过咁样。阿琪啲事都办妥晒咯，你咪早啲翻去咯，无谓留喺呢度啊。冇嘢嘅，可能呢排谂嘢谂得太多。不过我觉得好似仲有好多事咁。你唔好谂咁多啦，身体要紧啊！你妈咪等紧你翻屋企噶。好，我听日打电话俾妈咪。你肚唔肚饿？出去食啲嘢。唔好啦，你休息一下先啦，我夜啲仲要翻阿爸度。阿姬，你是谁啊？老伯，你升降是利用声音来施降，施降者的功力要很高深，只要他一叫受降人的名字，而受降人又无意中应了他的话，那个人就会中降头的了。洪若智，你现在已经中了升降，以后我就是你的师傅，要听完全知道的。知好似中咗降啊！吓，唔系啊嘛？系，你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救下我女至得噶，道长。办法系有，不过唔系咁容易。点解啊？因为呢种邪术好难解嘅，而且落呢种降头嘅人道行好高深，我怕我都会搞佢唔掂啊！道长啊，咁点算好啊？道长啊！好啊，我即管试下。系。嗨。哦，着得咁新潮啊！我差啲唔认得你添。啊，我订咗机票，听日走啦。无端端咁快走做咩喎？啊。又是你叫我走的，做什麼？幾點機啊？聽朝九點。這麼早？知人家想陪你久一點都不行。不是那麼傻，你放暑假可以來找我嘛。這麼久啊。你一陣陪我拿骨灰，然後跟你爹地媽咪說聲再見。唔使啦，今日你陪我去玩，玩到你上机为止啊！洗练坛所公遵道旨，拿住差事为师将你嘅位置三界区为师怕是惹唔到大神，你到公堂人嚟明知人系冤人，即定出事，我哋所有行为都道歉身，我告诉他。今日你好似变咗好多咁嘅，冇啊，冇。寻日先叫我早啲翻香港，而家唔理我走啦。
啊，我见你昨晚个头痛得咁紧要，唔想你咁奔波咯，翻嚟香港病得仲衰咯。你咁好心，哈，对你好都唔知道。前面好似有啲咁嘅，冇啊，冇，你睇边度有啫？阿伟，喂，阿伟，姐姐，师傅叫我嚟帮你手啊，你快啲除咗佢条链啦。Oh!
发生咗咩事？冇嘢啊。唔系，我好似真系睇到头先。傻啦！你成日都话睇到啲嘢，其实乜嘢都冇。你攰啦，开车啦。真系好似有。嚟啦，开车啦。记得个副机讲嘅嘢，都唔可以唔信。边有啲咁嘅事啊？你咪白生。咁啱啊，陈生，收档，生意好嘛？算系咁啦，卖晒啲药油，咪早啲收档。陈生，我拜托你嘅嘢，我啱啱想揾你，我已经见过我师傅啦。你师傅点讲啊？佢话灵妹中嘅可能系蜈蚣降，识落呢种降嘅人道行相当高，佢识得控制毒虫。俾佢咬到，几日之内就会全身腐烂而死。咁点解要害死阿奇？咁我就唔知啊。我师傅话识落呢种降嘅人唔多，不过佢冇话边个，我冇办法帮你。唔好讲咁多啦，走啦。再见啦，陈生。白生，你小心啊，尤其是你最亲近嘅人。
阿伟，我冇衫换啦，俾件衫我着先好唔好？唔该。我头有事痛，坐低先啦。我攞啲药俾你啊。嗯。阿伟，阿伟，你食咗药先啦。你见点啊？我冇事。Come on.
Semua naik, batu ketuk, ya, apa?声咁嘅，冇啊，唔系咁傻啦。Ah!
tu orang ya mati, uraya batuin jago, uraya jago, uraya jago, uraya jago, bakut kasih orang ya mati, uraya ja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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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atuin, uraya jago, kasih peto orangnya jahat, peto rea orang jahat, uraya jago, jago, uraya jago, kasih orangnya peto orangnya mati. Raja Jago! Pak你点啊？知？啊？冇事嘛？啊？啊？斟杯水俾你。你们